我是来自科尔星的狼人，自从我来到地球和地球人小雨恋爱之后，我就开始讨厌自己的超能力，因为这些破玩意儿把我的恋爱全毁了。比如读心术，给送你的圣诞礼物。哇，好漂亮的包包。你怎么没给我准备礼物呢？送你什么你都知道，一点惊喜都没有，有什么意思呀？比如大力术。你看看咱们家的墙都给你弄出多少窟窿了。要是没有这些超能力该多好啊。沈天，你真的不要超能力了吗？对，我沈天打死都不要这超能力了。好，那你明天就在这等我。你回来的正好，快递师傅把冰箱放门口就走了，你力气大，快帮我推进去。哦，好。你真棒。沈天，前面是我同事，快用你的超能力读心术看看，他俩是不是有事儿？嗯，他俩都互相喜欢对方。我就猜他俩一定有问题，跟你逛街真好。沈天，我现在就收回你的超能力。别，这超能力真香。啊，真香。